当冬夜渐暖，等大海也不再那么蓝，当月色的纯白变得阴暗，那只是代表快乐不会再那么简单。当冬夜渐暖，当夏夜的树上不再有蝉，当回忆老去的痕迹斑斑，那只是因为啊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阿关你好，你好，今天3月8号是一个很棒的日子哦，对，3月8号是时候，对，专辑要正式发行，今天是发行日，今天是发行日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感觉好不好？因为很距离上一张有一阵子嘛，对，所以今天终于发片，然后因为中间也是因为有些旅游延迟了，所以今天就是有那种春暖花开的感觉，拨云见日，春暖花开的感觉，跟这个时序三月份真的是不谋而合，对，所以心情感觉很开心。当冬夜渐暖，等大海也不再那么蓝，当月色的纯白变得阴暗，那只是代表快乐不再那么简单。当冬夜渐暖，有些花呢是用这个最新的急速真空的技术呢，把这个花在盛开的时候那一刻呢给保存下来。那么呢，新平局长把这个永生花回赠给燕姿，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把这个台北花博之美永恒的刻印在心中。来都不会有答案。3月8号是妇女节嘛，也是发片的好节日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当冬